下去的？模仿的太投入了，太投入了。周深又有晚会演出，在厦门2023朝着光的方向网络文明之夜晚会，据说有两首歌，希望能播出啊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周深演唱的《璀璨冒险人》频繁有现场 live。从音乐节到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，7月14号，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发文，周深《璀璨冒险人》在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第77个打歌周期中获得冠军，并登上了冠军封面。同时发文说，《璀璨冒险人》曲风上融合了说唱和摇滚元素，旋律上也选择了音乐跨度较大的方式，表达不同的情感，冒险之旅，风雨兼程。人民文娱分享周深采访，以观点为主题，点赞周深对歌手影响力的看法。周深在2023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采访中被问到如何看待歌手影响力时说，我觉得歌手的影响力有很多层吧，有一层是陪伴，还有一层我觉得应该是互助，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歌手也要从歌迷他们身上去感受到力量，然后很多时候歌迷他们最多说谢谢歌手陪伴大家，但其实歌手非常感谢每个歌迷可以选中这个歌手，然后陪着这个歌手从一个个舞台到下一个舞台，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。而且我觉得作为歌手也是沾了音乐的福吧，这个去用音乐去感受到所有世间所有的故事也好或者怎么样，所以我觉得就陪伴这个词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对， Hello 人民文娱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记得多多关注哦，晚安。周深谈歌手的影响力，歌手周深在采访中谈到，歌手的影响力有很多层，一层是陪伴，还有一层是互助。歌迷陪着歌手从一个舞台到下一个舞台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。作为歌手也是沾了音乐的福，用音乐去感受世间所有的故事。14号，人民文娱官微发文，以观点周深谈歌手的影响力为主题，分享了周深的观点。虽然只是观点的分享，也足以说明了对其的认可和肯定。周深一直都是这么说的，我也是这么做的，他总是感谢粉丝选择他陪伴他，总是叮嘱大家要好好生活，好好照顾自己。他总是责怪粉丝只看到他身上的光，却不知道这些光来自于他们。他甚至说，粉丝如果有一天累了就去休息，等有一天想起来有一个歌手叫周深再回来就好了。这样的周深谁不喜欢呢？周深不断受到国内外人们的喜爱，他的歌声早已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，展现出无限的可能。近几年周深的脚步不断的加快，歌曲多，人气高，荣誉一个接一个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停下来去听他的歌声，喜欢他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于是周深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大舞台上，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。有专家说，未来10年就看周深，让我们和周深一起相互陪伴，共同去迎接美好的未来吧。再次恭喜周深，记得点赞评论转发并关注我，随时了解周深的最新动态。哎，这一行就是多多少少是要靠天赋的，如果你发现你好像天赋不在那儿，你就把它当爱好就好，那也不会耽误你喜欢那个事情。不要劝退它，试一试，因为劝退这个事情，唉，社会毒打会教他的。这也是我们这一行比较残酷的一点吧，就所有看到你这个表演的人是不会去翻你的前情提要的，观众当时就是要看那个舞台，
我觉得好听就好听，我觉得不好听就不好听。这次听他们所有人的声段感言之后，我是第一次听到了那么强的斗志。因为这一行就是这样的，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座位换的一样，一开始大家坐得很宽，然后到了最后55名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窄的位置，到今天进33的时候就只有一个站的位置。这一行就是给你，你想站得越远，你的地方就是越难站下去的，就会越辛苦的，人也会越来越少的。我希望他们永远要保留这样一个竞争的状态和这样一个斗志。我们一定会收获我们的璀璨的，对吗？